来看这过年红包真的飞了。台中这名男子骑车要把过年准备包给父母的红包钱收在一个铁盒当中，总共20000多元。没想到在骑车途中，这铁盒掉落地面，一张张千元大钞散落一地，到处飞扬。正巧有一名穿着建国市场工作服的老先生骑车经过，看到立刻停车，在车水马龙的车阵当中，冒险将这千元大钞一张张捡起来，拾金不昧送到派出所。大约半小时，失主发现红包钱丢了，紧急报警处理，全数21000元的红包钱，一张也不少的，全部都找回来。我是陈志根，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督促我报道真相。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